These books are binded in a way that makes them look like mythical Chinese dragon scales.我是张晓栋，龙鳞庄的非传承人，也是一位手执书的艺术家。龙鳞庄是以藏纸做底，叶子鳞次镶错的粘贴在底纸之上。收起来呢是一个手绢，打开来看，叶子有规律翘起，御风者流动翻飞。 龙鳞庄已经上千年了，最早的带有翻越阅读性的概念，它是由卷轴装向册页装过渡的这种非常重要的形式。有了龙鳞庄的出现，才有了极大的书籍的空间的压缩。就像我的第一部作品，它如果是一个手绢的形式呢，它要做到70多米长，但是当它做到龙鳞庄的这样的一个形式之后呢，龙鳞叶片的部分也只有4米多长，所以它是一个极大的空间的压缩。 Zhang first learned about dragon scale binding in 2008 while studying the history of books. 捡到一个宝啊，捡到一个大宝贝。那我觉得它就是那个最闪光的钻石，那我就需要去找到它，我需要去研究它、探索它、发掘它，作为我自己创作的载体。 It took him years to learn and revive this art. He had to read many historical records. 其实龙鳞庄分为两个基础的结构，第一个我们就叫它底卷，最难的部分其实是龙鳞叶子的制作部分。单个叶片之前呢，那你要需要去设定你做的作品的内容，对于前期的文。 字跟你创作内容的设定、编排、材料的设定，然后最后呢形成一个叶子的设计的结构。每一个叶子与叶子之间的误差，你要小于0.01毫米。我的纸张是不确定性的一种手工的宣纸，然后再印上。 去墨的时候会发生变形，然后我们在做粘合剂的时候也会发生变形，然后你很难控制有一个那么小的误差。我不去重复我以前做过的作品，所以呢，我第二个作品。 变成了新的惊蛰装跟龙鳞装结合的新的作品的方式了。然后这边呢，就是我最重要的《红楼梦》。我用4年半的时间去做一部《红楼梦》，我想了一下，好多人去做一个上市公司，差不多4年半都做到了吧。然后完了之后，人家把一个上市公司又做到倒闭了，我还在做一部。作品有没有做到我理想当中的那个样子？如果没有，我会一直做。 每次展览的时候呢，其实我们都会放一个啊，要我们提供了书播，我们提供了手套，但是有的时候呢，就是这种最直接的感受力是忍不住的，就要上手去摸，就要上手去翻动，就忍不住。其实这个就是它最重要的一个带给那个普通读者的最直接的感受力。但实际上，你又想一想，有多少作品会让你忍不住想用手去触碰？ 感知力，这是最重要的。那如果我创造一个，书的作品能够满足大家眼耳鼻舌身意这样的美好的感受力的时候，我想不论时代如何的发展，大家可能真是还是需要它的。